刚才就是很痛苦，因为就是很想看，很想出去看追，但是你知道就是看追跟阿兰那个血脉喷张会流汗要补妆，所以就忍痛没有听完最后一首歌就回去一次。最后一首歌是刚热头的玻璃，我去 KTV 怎么唱？就是唱，然后就很想那个重塑我的先天条件。好，下一首歌哇，不小心爆雷。好，就是下一首歌也是跟一个我们自己的偶像合作，我们找他一起共同制作。他是共同制作人是那个泰宇，有他自己有个 project 叫 The Cream， 帅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演的这首歌是会收在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歌，然后之前偷跑先发的叫做 PDF。那好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送你的信你要带走吗？将门关上就到了远方，写好的信你要打开吗？没关系，我存在云端上。送大家 EP， 我等下就丢两张下去，我赔500块。好，我不会再错了。